什么？我妈不是病死的，你还知道些什么？啊！快说！老夫人去世前，她约我，原本合计的把她名下所有的资产都转移到你们名下，可是还没到月令时间，老夫人就突然撒手人寰了。估计老夫人是被人谋害的，是谁干的？ 少爷，上家那边既然有意叫您回去，您不如顺水推舟。原本那边的一切全部都应该都是你的呀。我知道了，先回去吧。少爷，你爸去了以后，咱们二房一直被你奶奶和大房瞧不起。 现在又招了个这个赘婿，一个月就几千块钱，让我们家都抬不起头来。妈，你别这样，明天你奶奶过生日，咱们家连个像样的礼物都拿不出来，该怎么办？妈，你别担心，奶奶的寿礼我来准备啊。你准备啥？啊？你是送快递捡的纸盒子？ 还是当服务员顺的碗筷呀，啊！明天你不许去。